号称机男女神的龚岳飞出道以来一直以大尺度著称，无论是心经平眉中柔弱无骨的潘金莲，还是骑在大黄鸭上俏皮迷人的邻家少女，亦或是白蛇中妖艳妩媚的蛇精，都令人震惊。近日龚女神应邀出席某夜店金瓶梅主题演唱会，一向大尺度出镜的她刚一现身就令现场粉丝情绪失控，更有粉丝不顾保安阻拦上台一把搂住龚岳飞狂啃激吻，一度造成现场秩序混乱。而当天龚岳飞将无底线秀到极致，在超过上千观众面前脱下贴身钉子裤，还亲笔签名，引发哄抢，香艳指数爆翻天。小编表示，这场面要是被苍老师看见了，他也会捶胸动足自叹不如吧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